大家请跟我合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当愿如母亲之有情众生，永脱轮回，得生净土。好，请放掌。那在佛教里面，万法为心造，心决定一切。所以既然是如此，修行就是在修我们这颗心如何放在一个最圆满的状态。所以我们很喜欢用十五的月亮来代表我们应该有的心，代表一个黑暗的空中有一个圆满的月亮，这样来普照一切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以他个人的生命展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观，他离开了皇宫，离开了享受，离开了爱妻，离开了亲子，为我们人类了走出了这一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圆满的典范。这个典范呢，就是愿大家都能够去服务众生，令一切我们所爱的生命离苦得乐。而且各位要不断地去思考，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只有一世，我们知道生命有轮回，既然有轮回，在千百万亿世的轮回里面，每一个生命呢，都做过我们的父母，都做过我们应该感恩的对象。但是今天有幸我们投胎做人，而且还能够来寺庙里面修行，那么但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呢，有些在做鱼，有些在做鬼，那么有些住在隔壁还不认识啊。所以呢，各位老实讲，有缘的众生呢，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所谓佛教里面叫正确的发心，就是说各位将来不管你点一个灯，拜一个佛，供一个香，目的呢都是为了一切如母亲的众生而拜佛，而供灯，而诵经。就像每次我们在寺庙看到木鱼，木鱼各位都听我讲这个故事过了，这一只鱼为了救一个孝顺的小孩，这个小孩子妈妈生病，一定要这种龙鱼，我们中国三峡里面这种大龙鱼的肉，这个小朋友哪有钱买啊，他就拿了一个大鱼钩，等着涨潮龙鱼回来要产卵，就钓龙鱼啊。结果涨潮以后他就淹在里面了，哎呀，生病的妈妈更哭得不得了。到了隔天，有一只大龙鱼好像自杀一样，故意的到船旁边，十几艘船才可以把它捞起来。这大龙鱼在市场里面，大家来看它还在呼吸，还在动啊！哇，这么大的龙鱼啊，肚子大大，一定怀孕生病了。哎呀，赶快把它肚子割开，大家来分鱼卵好了。结果肚肚化开以后，小孩子从鱼肚子里面跳出来，啊，一跳出来就跪在那边，你们赶快给我一块肚子肉，龙鱼，我要救我妈妈。大家割一块以后，小孩子救他妈妈了，大家愣在那边怎么搞的的时候，老和尚过来说，这一只鱼你们不能吃啊，为了救这个孝顺的小孩，他把他吞到肚子里面保护他，自杀一样的上来让你们割开肚子啊，为了要救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哇，大家不敢吃，就把这个鱼送给老和尚。所以各位，我们中国佛寺五官堂外面永远吊了一只龙鱼，来纪念这一只这么样慈悲的，然后我们就给它做成大木鱼。你看肚子割开了，前面是两个鱼的眼睛跟尾巴。所以各位在念经的时候，空空空，就是这龙鱼肚子里面的大悲的声音啊，啊，这一只被化开肚子的龙鱼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这只鱼的时候啊，啊，这就是跪着在跟他顶礼，这样来敲出慈悲的声音呢，啊，所以要众生知道，连一只鱼都有佛性的，我们应该爱护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大乘佛法最殊胜的地方，啊，所以看到木鱼就代表什么？不能生气，要奉献自己，要慈悲，给众生。看到引磬代表什么？锵，要去除愚痴执着啊，要发起的一个
大智慧啊，要觉醒，锵要醒过来。看到骨代表什么？那个骨是牛皮做的。哎呀，吃素的出家人怎么去敲牛的皮呢？那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老和尚舍报以后啊，堕落做牛还人债啊。结果呢，托梦给他的徒弟说：“师父现在做牛还人债啊，很可怜啊。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肚皮啊割下来做成骨啊，天天敲啊敲啊，帮我超度啊，告诉大家不要贪心呐、啊，要有大乘心呐、啊。啊，我以前因为贪心堕落做畜生呐、啊。”大家不要学我，要发起一个大乘心，为利益众生啊，所以我要敲大鼓，空空，怀着慈悲心敲师父的肚子，这样啊，空空空啊，哎，不能自私，要奉献啊。所以呢，鼓代表不要贪心，要奉献；木鱼代表不要生气啊，要慈悲哦、啊。这个引磬啊，乃至大引磬、小引磬，代表不要愚痴执着，要有智慧，要觉醒啊。所以。我们到寺庙里面来啊，这一切的法器呢，什么叫法器？都是让我们提升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升起了一个真实的心呐、啊。啊，各位看到出家人叫合掌，哎呀，出家人哦，清净哦，理个光头代表什么？消除我慢，啊，穿个衣服消除贪心，全身都是布的，出家人不穿皮的东西，为什么？哎呀，不能用动物的皮毛来做身体的装饰啊。啊，随时带着这个，各位你到监狱去看，他们戴手铐、脚铐，我们戴头铐啊，扣着脖子了，不能乱想，要圆满阿弥陀佛，要圆满菩提心，要大悲观世音菩萨，108个烦恼，哎呀，肚子改成的是慈悲心，所以各位最好要去买一条，挂在手上，手上随时要挂一条108颗的，戴在手上，走到哪里都是无量功德，啊，你不要带着念珠打麻将哦。啊，带着念珠，哎呀，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再念钱了、啊，念色哦，啊，要圆满啊，这样才能像我拿红色的代表什么？勾招众生，哎呀，大家来学佛，就像女人穿红衣服一样啊，哎呀，大家都看我两眼啊、哦，啊，来把你勾招过来，希望你也来学佛，啊，因为阿弥陀佛也是修勾招法门而成就了。每个人阿弥陀佛就要强烈的吸引你念他的名字，想他的外表，然后去他的极乐世界。他利用这样子的圆满庄严，就吸引我们众生就近离苦得乐。啊，你不用修行，一切修行阿弥陀佛让你帮你修待业往生。那待业往生，那个业跑到哪里去了？阿弥陀佛帮你接受吞下去了。啊，你造了再大的业没有关系，你只要对他有信心，念他的名字，他就带着你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时时想到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哦，哎呀，我们要感动啊！啊，所以各位要去念佛，念佛，为什么要念佛？念佛就要升起一个菩提心，我要成佛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啊，为什么要成佛？因为一切众生都做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在轮回受苦，我一定要赶快的救他们。为了要赶快救他们，我一定要快速成佛。啊，为了要成佛，所以我要念阿弥陀佛，要发菩提心，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老实念佛了，啊，这样来修行啊。所以现在我要来施食，就是。就把这个面饭稀饭啊布施给这些可怜的孤魂野鬼啊，那把各位我们这几天大家精进的修行功德又融入在这里面，让他们呢、啊、能够接触到这个食物以后，哎呀，马上就脱离鬼道，脱离畜生道，然后啊升天呢、啊、乃至往生极乐世界啊。我来念就好了，那各位就麻烦你观想诸佛菩萨加持这些面饭稀饭呢、啊，遍满了虚空啊！我念甘露施食于鬼，各位将来如果愿意背最好，大慈大悲啊！那么我说，那么那么那么说，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安住大地菩萨摩诃萨众，那么一切龙天善神愿意威神加恩护助我，今招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此地。麻烦各位右手拿出来，第一支按的第三支，这是观音菩萨的慈悲手印。然后现在念的时候，各位要观想，观音菩萨就站在你的第二只手上面，发出了白色的光，白衣观音就是你这只手。
然后等一下在念的时候，麻烦各位这样一直绕，这叫什么？招请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到我们弘法寺哦，来就解脱哦，啊！所以各位要这样一直招请。那你要想的哪一条街有杀生啊、海边啊、屠宰场啊、坟墓那些地方啊，可怜的众生都来这边，来跟我念一次：南无，波摩地女，切利多利，丹他 A 对，好，绕一下。啊，观音菩萨。手印代表佛陀的身体，手印打出来代表佛现出来，我们楼上楼下合起来假设2000人，就有2000尊佛的力量哦。你念这个咒语的时候代表佛的声音，在包含了各位的大悲心，各位现在内心充满了爱慈悲，把众生当作妈妈，这样合起来就有2000尊佛的悲心的力量哦，让他们离苦得乐。来跟我念一声：南无波波地女，伽利多利，让他越来啊！好，各位眼睛闭起来，手发白光，想着他们啊！来，那么波波的念着念多念，当当一对，那么波波的念着念多念，当当一对，那么波波的念着念多念，当当一对。然后来了以后啊，他们冤亲债主见面就会吵架，互相的砍伤。现在要念解冤结，来，两只手拿出来。他们曾经结过冤，吵过架。然后化解开来一摊子啊，他们烟消云散。为什么咒的力量不可思议啊？念佛的名字代表身体，念咒代表佛的力量。所以我们念心经念完一定要念心经咒，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把心经的空性跟不退转的力量结合在那个地方，保护你的心在那个。所以我们现在念解冤结神咒，跟我念一下：嗡三多赖揭多萨婆诃，嗡三多赖揭多萨婆诃，嗡三多赖揭多萨婆诃。啊，各位手拿出来看，手好不好看啊？手不好看要负责任的了。这个手不要拿去打麻将，那个手拿来多打手印，不要拿去钓鱼杀生，你会手短短的，弯弯曲曲的。啊，这个手拿来帮爸爸妈妈按摩、打手印啊、擦桌椅啊，你的手相会庄严好看啊！你这个手如果不打麻将，看不到血筋，看不到骨头啊！你这个手不乱搞邪淫，皮肤很细，手永远细细的。你这个手经常按爸爸妈妈按摩，帮助病人，手永远红红烫烫的啊！所以我们要把眼睛变成功德，眼睛不要看帅哥美女，好不好啊？看哪里有苦难，看佛像跟看苦难众生，眼睛庄严，耳朵不要听是非啊，听音乐，耳朵要听经，耳朵要听哪里受苦受难，这个叫修行。修行就要把你的六根转换掉，这个嘴巴不要骂人，要讲好话，这个嘴巴不要做动物的坟墓，好不好啊？吞啊，嘴巴要做度众生的东西。像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想什么，师父就坐在我的喉咙了，我第一口饭拿起来就是供养师父，第一口水马上供养阿弥陀佛啊，然后剩下阿弥陀佛吃剩下的啊，我赶快来供养我身上的这些小众生，让他们超度。就像我们本焕大和尚，他要吃饭之前呢，哪一个信徒好啊，就夹他的饭给他，不是师父吃不下，是师父供过佛的东西啊，哎呀，一点点给你吃，加持你，你福报大啊。所以各位以后坐在师父旁边吃饭要等啊，师父不要吃完啊，留一点给我啊，啊，吃到师父剩下的口水，你功德就加持了啊。就像我们供在佛前供完了，哦哟，拿回家吃有力量啊，啊，就上供的东西啊。好，那现在要念开咽喉咒，来，各位手拿出来，按住倒数第二支，念一次就麻烦你的手这样弹一下。那你这样弹一下的时候，各位就观想，你从弹出去的不是水，是一个白色的光，这个白色的光像太阳一样一照，那些鬼的身上的那些火跟喉咙通通打开。各位有听过咽口鬼吗？有，穆建林的妈妈就是咽口鬼，嘴巴一张开就吐火，吃的东西变火炭，好可怜啊。特别在哪里各位一定要念，就是在水边，各位如果经过江边岸边水池旁边，最多咽口鬼在那边等的啊，有没有人愿意施食给他，或是杨柳枝碰一下水他就可以喝啊？那我们如果念这个开咽喉咒，各位如果愿意念，念一次，哎，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丹他 A 对，
好，点啊，你要光白色的光就要照出去啊。那各位最好学我去买一只这个啊，开车的时候就嗡啵啵嘟嘟嘟嘟嘟，一喷就一万个水珠光啊！你喷到哪里，哪里得到解脱啊？啊，那些鬼啊，身上的火没有了，喉咙打开了，而且一滴水只要滴在地上，变成十个中国的水库的这么多的水，布施给那些鬼道。你只要会念这个开咽喉咒，很多人说师父很怕鬼，很怕鬼怎么办？各位，如果你要不怕鬼，经常念这个嗡啵啵嘟嘟切多利丹他埃多，久了一段时间，你发觉你一点都不怕鬼，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慈悲心使啊，你那个怕鬼的基因自然就不见了，就像惧高症一下就不见了。我那个时候多解脱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我来念，各位就一直弹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像观想。观想光光光，你弹一下就几千个光一直出去，然后照着千百万亿的鬼身体很舒服，喉咙打开。嗡波波滴滴切多利丹那一朵，嗡波波滴滴切多利丹那一朵，嗡波波滴滴切多利丹那一朵。好，然后他们现在哦身体舒服了，但是肚子依然饿，所以我们赶快要施食给他面饭稀饭。来，手一样拿出来，第一只按的第三只是慈悲手印。跟我念一次，嗡阿吽，那么，沙瓦，丹塔埃朵，瓦罗之地，嗡，三不来，三不来，吽，啊，这个三不来，三不来，就一直点代表食物，这些面饭马上变成七倍，七倍，七倍，一直增七，四十九，四十九又四十九，满天空，然后吽弹出去的时候就。砰！全部整个中国的虚空喷到全世界的地方都是食物。那各位念短咒就好，来，嗡三不来三不来吽，嗡三不来三不来吽，嗡三不来三不来吽。各位，这个咒希望你一定要背起来，这个叫成佛咒。佛陀说，如果经常念这个咒的人不会成佛，他所说的经典都骗人的。为什么？太慈悲了。而且各位只要经过有香味的地方马上念，因为鬼是吸味道的，鬼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它是要味道的。然后有煮东西有香味啦，你糖店你只要手拿起来嗡三不来三不来嗡，那些香味就马上遍满虚空，然后那些鬼啊，一天下的恶鬼通通都吃饱了。这样你功德大不大？大，内心很快乐啊。所以打手印念咒慈悲心合在一起，来念一下，嗡三不来三不来吽，嗡三不来三不来吽，嗡三不来三不来吽，这样经常这样念。而且各位晚上要不要试试看？晚上不要吃饭，你肚子会饿。你只要一直念嗡三不来三不来吽，肚子就不会饿。为什么？因为你布施鬼道，他们不饿了，反作用力，你的饥饿就不见了。啊，所以这个咒很大的功德。各位要发财吗？很简单，佛经说，你只要拿七颗米加一点奶油，念嗡三不来三不来吽，把它丢到火里面烧，然后那个米香牛奶香就骗一些畜，这些鬼道大家都饱饱的，反作用力你会不会发财？很简单的反作用力啊，各位要利用这个反作用力啊，你要漂亮多送花，你要有钱多布施钱啊，利用这个反作用。特别那些鬼道很可怜，树木很多，数量很多。佛经说，人如果是一颗太阳的话，畜生就有如星星的这么多，然后鬼就有如灰尘这么多，无量无边。为什么？每天不要说别的国家，光我们中国14亿，一天杀的众生都不止14亿了。啊，每天杀鸡鸭鱼的这么多众生在被杀，那我们每天要帮他们施食做超度。所以各位，如果你愿意做，光洒甘露水都可以。你不会念，我们是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带过来，你就把一张咒贴在上面就好了，贴在上面就好了。你不会念，就赶快应我们，问我们应顺法师。我们出家人每个都会背甘露水咒啊，辨识咒啊，每个人都会背啊，因为每个人天天一天做三次，每天都在做啊。那如果菩萨大家都愿意做，那更好了，这个世界就没有灾难。啊，因为没有杀劫啊，来念下来，阴超阳泰，啊，这些鬼神被我们超度了，我们国家社会就平安，啊，开车高速公路就不会有车祸，
所以每次在高速公路，我们窗户打开，我们就一直嗡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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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念大悲咒啦、药师咒啦，什么好的咒语都给它念在里面。各位如果不会念没关系，你只要把杨柳枝放里面就好了。哪一尊菩萨手上拿杨柳枝？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只要把杨柳枝碰到水，水都变成甘露水。你只要把这个水洒到圣的地方，任何鬼道痛苦生病的众生都得到利益。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一直洒着甘露水，整条高速公路都变地毯一样啊，这么样的安全，然后每一部车都被你洒进，然后呢路边的这些鬼道啊，哎呀，都得到了清凉。那你功德大不大？非常的大，而且爱心还看得见呢啊。所以各位，观音菩萨杨柳枝24小时不离手，随时啊，像我在飞机上也在喷啊，走到哪里啊，都一直喷杨柳枝、甘露水，生病的人呢、啊，就利益他。然后你每天，如果你有在做早课，念心经啊，念地藏经，念完以后，来学一下，右手拿出来，嗡兰梭哈，吹口气，等于你的手干净了以后，把你念的经咒，把它融入在水里面，来，吹进来，来，这样会不会？哎呀，你的爱人看到你，你高兴啊。哎，就是你把你的爱心透过这一口气融入了这个水里面啊。各位要会学哦，比如说今天你不得不吃肉，各位现在还会吃肉，或是你的家人吃肉，没有办法，所以你念完 Om Mani Padme Hum， 远远的就把它这样啊，就把那些肉先超度了，超度以后他们再吃就比较没有造业啊。所以各位每天都把你家冰箱打开 Om Mani Padme Hum啊，没办法，然后呢，再去煮吧。啊，所以标准是念药师咒跟不动佛心咒，还有文殊八字咒，包括六字大明咒都可以，就是吹口气就把这些肉给超度了，超度了以后再吃它。啊，那以后能够吃素是最好。好，那现在我们还要念甘露水咒，就是各位来右手拿出来，然后你要观想你的每根手指头都出现了白色的牛奶。啊，深圳啊，北京啊，美国啊，都充满了这个白甘露，要来布施一切鬼道，然后念这个咒语，跟我念：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啊，他整个咒语就是南无娑罗波罗蜜多那耶罗耶那哆多嗡娑罗娑罗波那娑罗波那娑罗萨婆诃，前面就是南无妙色身如来，然后念他的咒语嗡娑罗娑罗波那娑罗波那娑罗萨婆诃。那你的手啊就一直观想每一种好喝的东西都跑出去，满满的地方像海啸一样，这样每一个地方都是甘露水。那如果你手上又有水，最好嗡娑罗娑罗波那娑罗波那娑罗萨婆诃，这样一直布施。好，右手拿出来观想，我来念就好啊。会念的给我念，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来，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唵耶耶喃萨摩哇哇子来吽，唵耶耶喃萨摩哇哇子来吽，唵耶耶喃萨摩哇哇子来吽。他要拿到一楼啊，就比较凉快的地方啊，树下来布施外面的众生啊。各位今天来了很多人，他们也来了很多啊，他们也希望离苦得乐啊。所以寺庙每天早晚都要敲钟，敲钟，这个钟叫幽冥钟，特别要度地狱鬼道的众生。他们一听到钟的声音，然后我们见那个时候念南无清凉山，念佛菩萨的名字，然后这个钟的声音就跑到地狱，把地狱给打开了，离地狱出火坑。寺庙存在的功德就是这么，早上起来出家人集合起来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安定的原因，了解吗？啊，这个咒的声音透过钟的声音呢，就把那些不好的气啊，该超度了先给它超度超度了。所以有寺庙的地方啊非常的吉祥，各位以后要买豪宅就要买到寺庙旁边啊。那每天呢得到了佛菩萨的加持啊。来，各位右手再伸出来，现在要念施无遮，就是布施很远的地方，大鬼小鬼可怜众生都吃得到。那各位的手要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的手印有一个这样朝下，
就朝下叫接引众生。那今天呢，是你这个手呢，就流出了无量的食物牛奶片，一个捏一次，然后就这样一次，跟我捏一次了。嗡、哦，木逆林，说哈，哎，你要念七次，转七次，好，来。嗡牟尼林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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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牟尼林梭哈。然后三坛子，一、二、三，你要这样观想，一坛喷到美国、澳洲，一坛喷到南非啊。啊，一坛这个食物也到其他的地狱道，叫三坛子，啊，那三坛子完以后，你就帮他念阿弥陀佛啊，念六字大明咒，来，我们来念六字大明咒，念很快，各念各的，好不好？念108声，但是各位念你要讲一个一个嗡嘛呢呗咪吽就一个莲花，一个嗡嘛呢呗咪吽就是一个莲花，这个世界变成千百万亿朵的莲花，载着这些鬼道众生啊，他们呢往生极乐世界啊，以食物勾引他们。用莲花超度他们，帮他们往生极乐世界。来，我们一起念，来。嗡嘛呢呗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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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呢嗡嘛呢呗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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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呢呗咪吽。好，跟我合掌，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好，请放掌。各位现在快乐吗？哎呀，我现在看各位个个帅美，脸发亮啊！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慈悲心呐、啊，而且知道有那个力量，有那个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对众生的悲心，用三宝的力量，因为这个力量要透过我们力量才可以展现出去。所以念佛的人功德很大啊，然后呢，让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各位呢，很简单，三分钟，如果你会背两分钟，完了，啊。然后呢，帮助很多众生。我们每天都习惯，每天吃饭以前就供养师父，供养师父，供养三宝。供养完以后，就拿七颗米念念念，就拿出去外面上供三宝，下施众生，自己才吃饭。哦，所以每吃一顿饭，每喝个水，都在修功德，不离开这些啊，利益众生啊。这就是我们修行以后的一个叫转化自己，转化自己，这样啊。给别人快乐，自己快乐吗？一定快乐啊！伤害别人，自己一定痛苦。所以，当你跟父母吵架，你心情一定很不好了啊！所以呢，你能够把一切众生当作父母，哎呀，来利益他，来念佛回向给他们，来念大悲咒给他们，你会觉得哦，生命呢过得很实在，很有力量啊！这就是佛告诉我们，自私是生命痛苦的根源。众生乃是利益众生才是一切安乐的根源。我们在这个以世界，我们自己算什么？一个小小的我，不要为了这个我满足自己，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幸福才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啊！为这个而发愿去努力才对啊！不要为了个人的小小的一个感情生活啦，有钱没钱的感觉到痛苦，我们要关心的是大家快乐吗？大家离苦得乐吗？大家安顿吗？应该想的是这个啊！不但是人类，一切众生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这才是应该。好，那前面有一些要现在发给各位，
然后大家一起来加持加持。我刚刚念过这些白芥菜籽，那还有这些无事线，还有一个牌子，来麻烦菩萨先发一下那一张，这一张，啊、哦，这一张，对，那有里面有几个咒，哎，对，现在就发吧。这里面这几个咒啊，希望各位呢将来能够把它背下来啊。这个咒就是佛菩萨一个慈悲的力量的总和的声音啊。然后透过这些咒呢，那我们呢能够希望众生离苦啊。好，各位麻烦把这一张打开，大家一起来加持啊。那个无事线要发到楼下去啊。首先今天是准提菩萨圣诞，祈求准提菩萨加持，来大家一起念，来上面没有，来跟我念，来起手皈依苏悉地，头面顶礼七俱胝，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加护。好，会打手印的就打两只往在里面，中间食指然后拇指对齐在里面，不容易哦。他手印，这个准提菩萨的手印，没关系啊，不会了再跟会的请教请教啊。如果真不会折哦，就三只弯下去，三只在上面这样啊，这是简易的手印啊，简易的，那标准是这个手印。好，我们要念准提咒啊，来，那么三度呢三秒三不多居之难大智多嗡、嗯、这里朱里尊体沙波哈。好，念咒心嗡、嗯、这里朱里尊体沙波哈，一直念，来嗡、嗯、这里朱里尊体沙波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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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嗯、这里朱里尊体沙波哈。各位以后经常背，你要做事业成功，你要家庭圆满，那么你希望病苦赶快消除，这个准提咒叫满愿咒，你心中有什么愿就要多念准提咒。乃至女生也要念准提咒，为什么？哎呀，你的老公现在都不太理你哦，啊，不带你去看电影哦，那你就要念准提咒，念108遍，加持在水里面，然后拿那个水来洗澡，你的老公就会从头给你爱到脚。所以准提咒也叫勾招咒，就是勾招生意好人缘好这个意思啊。那你要怀孕，比如你结婚要怀孕生不出小孩，你就要把准提咒写在身上，带在身上，带在身上啊。那等一下还会发给各位一张，这个各位等一下就传过去，叫不动如来的心咒。那准提咒还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水啊，像前面的糖果还有加持水，有人生病给他撒这个准提水呢，他呢这个病魔会离开啊。所以准提咒有很多很多的功德。然后有没有拿到一张一包黄色的芥菜籽？好，那各位把它打开来吹一口气在里面，来打开来吹一口气，我们大家这么多遍的，一个人7遍啊，1000个人合起来7000遍的准提咒，把它加持进去，来吹进去，然后再跟我加念一个咒，嗡普隆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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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吹进去。那这有什么用途呢？这个芥菜籽，如果有人生病看医生看不好，那种病不是一般的病，叫鬼神病。经典说人身上的病80%都叫鬼神冤孽病，然后各位就要用这个白芥菜籽啊烧，比如说你在前面有一个香炉，然后你就丢21遍，丢21遍21颗，把这个香香的熏那个生病的人的身体，他的病魔会去除。还有各位，你去哪里你会怕鬼，觉得那个地方怪怪的，你就把一颗拿出来丢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鬼神就不会侵犯你啊。乃至有些人会像好像鸡童，有没有看过鸡童啊，啊像
鬼附身，你赶快丢一颗在他身上啊，这个准提子。然后刚刚还念过尊胜佛母咒 Om Prong Soha， 有什么功德呢？那念 Om Prong Soha 呢，各位如果到市场看到那些躺在那边被杀掉的鸡鸭鱼鸭，各位你就拿这个准提子丢往那一群被杀掉了，然后他们就得到超度，永远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所以很慈悲啊，啊，这个芥菜子啊。那万一各位你到哪里去回来觉得头晕晕的，好像被冲到，不是一般的生病，你只要拿一颗放在水里面喝下去，必把身上这个所谓鬼魔啊不小心冲到把它驱除掉，所以这个芥菜子可以驱魔驱魔啊，这芥菜子也可以帮助三恶道众生超度。乃至各位你去魂墓清明扫墓节去扫魂墓的时候，你就一直念 Om Prong Soha， 走到哪里就撒一颗撒一颗，那个魂墓里面的众生还没有超度了就马上超度，因为这个念这个啊芥菜子的功德利益。好，各位有没有拿到一个这个啊？哦，这个很宝贵哦。那最好是用什么呢？这个用线把它穿过去啊，五色线。那这个叫什么呢？佩戴解脱咒啊。那么这个佩戴解脱咒后面呢，有一个圆圈的，是有八个咒，你只要戴在身上，那么谁跟你讲话，谁摸到你身体，谁跟你握手，谁踏到你的影子，都得到力量啊。那另外一遍叫灭罪咒，这个灭罪咒有什么功德呢？就算有人要死了，你把它摆在胸口绑在头顶，这个人永远不会堕落三恶道。灭罪咒，这个灭罪咒跟我念一次来 Om Mani Fajili Hum， 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在做坏事，你不要生气，你要很慈悲的帮他念这个灭罪咒 Om Mani Fajili Hum Om Mani Fajili Hum，就把他的罪业消除了啊！所以以后女生，你老公在打麻将，你不要生气，你回你的房间念这个咒就好了，啊，他们就打不下去了，啊，没有了欲望了啊，灭罪咒把它带在身上，往生被上面一定有这个咒，往生被就盖在一个往生的人，他就可以脱离恶道。那我们把它做在牌子，各位可以挂着啊。然后这个五色线呢？各位如果你有念佛持咒念完，这个线就摸一摸，或是给它吹口气啊。念大悲咒绑五色线，有可以去除84000种的病，不会发生灾难。念药师咒，家里有人生病很严重，你念药师咒，这个线给他带，去除他的病苦。念准提咒，小朋友晚上一直哭一直哭，你把这个打21劫，打21劫，然后绑在他身上，他就不会哭啊。那平常各位也可以打7劫带在身上，就是说冲过去以后就一个劫，其他各打3个劫7个劫带在身上啊。那我刚刚有念了很多咒，我们大家也一起念了，就加持这个五色线啊。还有一张，这个来跟我念，南无不动如来。啊，这里面有一个咒啊，那这个咒字比较小，不过各位可能看不清楚，来就拿这一张，拿这一张，各位画的这一张啊，那这一张的，背后先从最背后一个叫智慧流行咒念一下，这个咒有一点长，但是非常的慈悲。这个智慧流行咒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说各位你到水边，水里面一定有很多鱼啊动物啊小昆虫啊，你只要拿念这个咒朝那个水吹7口气，那个水呢只要鱼啊动物啊碰到这个水喝到这个水，它最后一次做鱼啊。所以我们每次到水边就会把水拿起来念这个咒，嗡迦那罗格拉萨玛拉萨玛拉拉瑞姆巴瓦萨玛雅玛哈玛哈多多西达多拉那吽，吹口气，又把水倒回去，让水里面的众生呢可以最后一次做鱼。然后现在要加持前面这些牛奶糖，那希望各位这个牛奶糖呢，就麻烦你各位以后将来自己买，也可以就把丢到草堆里面，那些草堆就帮助那些蚂蚁超度。
你家有蟑螂，不要一直杀它，对它好一点。蟑螂最喜欢吃洋芋片给它念念智慧流心咒给它吃。蟑螂死爆以后就不做蟑螂，所以你家就没蟑螂了。你要一直杀它，它只会投胎到你家来，你家里蟑螂会越来越多。哪一天投胎做你儿子，那你惨了，就来报仇了。所以各位呢，不要随便杀害生命，你越杀它，它越来投胎，因为生命有轮回的，它越找你麻烦。来，我们来念这个咒，来，智慧流心咒，来，嗡，迦那，阿瓦，卢嘎达，萨曼达，沙婆那那，瑞摩，巴瓦，萨玛雅，玛哈玛日，德日德日，悉达雅，卓那那哄。好，右手拿出来，嗡兰梭哈，吹口气，然后现在手干净了。用你的手，然后就比到前面的糖果啊花，就把这个咒融进去，来吹，这样会不会？各位要学哦，以后看到人家在吃肉，你就念好，一进去就把他们一桌的肉先超度了，他们等于在吃素啊，特别念这些超度的咒，还在念一次嗡迦那阿瓦卢嘎达萨曼达萨波纳纳瑞摩巴瓦萨玛雅玛哈玛日德日德日悉达雅卓拉纳哄。好，吹口气，再麻烦吹到水里面来吹。哇，这瓶水千万人加持啊，所以到水池旁边就给它喷一下喷一下。海鲜店，我们广州深圳最多海鲜店了，希望各位没事进去就给它念一念喷一喷啊！虽然你不吃海鲜，但至少这海鲜死了以后不会再来投胎做海鲜了啊！所以各位呢，我们佛教的慈悲是普度众生，不是光对人，也不是光对鬼，也不是光对神，就一切轮回众生都要学各种方法来帮助他们啊！这就是学习佛法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啊！来，第一个咒，智慧文殊菩萨咒，一样是，有没有看到？念一下嗡阿扎巴扎那迪，嗡阿扎巴扎那迪，嗡阿扎巴扎那迪。你要开智慧，你希望生生世世口才好，外表庄严，菩提心不退，一大早什么时候念最好？早上一起来嗡阿拉巴扎那迪，你就不会打瞌睡了啊！一醒来马上嗡阿拉巴扎那迪，要开智慧啊，小朋友开智慧要多念这个嗡阿拉巴扎那迪，智慧文殊菩萨心咒。第二个各位会念，还念一下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第三个尊胜佛母咒非常的重要，你要超度地狱鬼道出生道，而且有人生病，你眼睛看着他念这个咒。这个咒有一个特殊，就透过你的眼睛，你眼睛看到哪里，这个尊胜佛母的力量就到哪里。所以这也是修眼睛一个非常好的修行。念一下嗡普隆梭哈，嗡阿弥达，阿呦达底梭哈。那我们平常念咒心就好，来嗡普隆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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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普隆梭哈。女生要找到好归宿，念21遍嗡普隆梭哈，买一包盐。念21遍，吹一口气，把这一包盐送到我们弘法寺来，出家人就吃你这包盐，保证找到好归宿。尊胜佛母咒，这个尊胜佛母咒还有什么功德呢？你的先生不理你，晚上都不回家，很简单，你去拿一件新的衣服，念21遍尊胜佛母咒，吹一口气在他衣服身上，他只要这衣服一穿上来，就离不开你。尊胜佛母咒也是招感咒，招感咒。所以尊胜佛母有8只手，其中有一只手还拿着阿弥陀佛，他要把众生拉到极乐世界去啊！尊胜佛母，而且尊胜佛母麻烦各位到市场一定要念，已经死掉的鱼虾，刚刚讲了那个白芥菜籽或白米或是土，你就念尊胜佛母咒或是水，念完尊胜佛母咒撒在那些死掉的鱼或畜生身上，他们马上超度，不会再投胎这么痛苦的。尊胜佛母咒的功德利益。再来绿度母心咒，观音菩萨的一颗眼泪啊掉下来就成为绿度母啊，
因为帮助众生，特别生病的人要念，一直观想绿色的在你生病的地方把病消除掉，念一下嗡达勒嘟达勒嘟勒梭哈嗡达勒嘟达勒嘟勒梭哈嗡达勒嘟达勒嘟勒梭哈啊，所以各位可以买得到 CD 很多绿度母心咒啊，有一些绿色的观音菩萨满众生愿。再来跳过来，时间的关系，倒数第二个财宝天王心咒，各位要发财吗？哎呀，四个字背起来，有钱真好啊！一定要有钱，有钱做菩萨，没有钱你做什么菩萨？菩萨是从修福报来的，是有钱，有钱在有智慧，那叫菩萨，福慧双修啊！所以你为了要利益众生呢、啊，帮助别人要发财，那你就要念这个财宝天王心咒，它就是多闻天王、四大天王啊！来念一下：嗡、贝亚、夏瓦、那耶、梭哈、扎那、西德、哄哄。那平常就念嗡、贝亚、夏瓦、那耶、梭哈，所以希望常念。你到人家店里买东西啊，都希望他们发财，来念一下。嗡贝亚夏瓦那耶梭哈，嗡贝亚夏瓦那耶梭哈，嗡贝亚夏瓦那耶梭哈，嗡贝亚夏瓦那耶梭哈。祝各位发财啊！发财，赶快护持弘法寺啊！哎呀，买大楼啊，盖电梯啊，啊，买冷气啊，让大家多快乐，下回来各个住套房啊，都有洗手间啊，谁不来修行啊？所以你修佛教更要有福报啊。翻过来，翻过来，一二三，第四个咒，第四个药师佛心咒，有没有看到？非常重要，药师佛消灾延寿。那各位现在还在吃肉，还没办法吃素，就要念这个药师佛心咒，念一念，吹口气在肉上面啊。而且看到死掉的众生鱼帮他念，那是活的帮他念药师佛心咒，吹口气他也最后脱离，他也会脱离三恶道。念一下大地耶塔嗡贝堪遮呀贝堪遮呀玛哈贝堪遮呀让扎萨摩嘎德说大地耶塔嗡贝堪遮呀贝堪遮呀马哈贝堪遮让扎萨摩嘎德说哈大地耶塔嗡贝堪遮贝堪遮马哈贝堪遮让扎萨摩嘎德说哈。好，把五色线拿出来，吹口气在线里面，好，药师佛加持，然后再麻烦各位手拿出来，吹口气在前面的糖果，来，药师佛加持，然后让动物让众生吃到这个加持过的糖果啊，乃至味道。再来，各位，第二个咒也很重要，我们除了念南无阿弥陀佛，更要念他的咒语啊，那个力量更大，念一下嗡阿弥陀瓦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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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请看第四不动佛心咒，很长很长，但是很重要，特别要超度死掉了。各位看到牌位就要念，乃至我们以前有堕胎要念，这个小孩子可以超度。再来，爱生气人更要念，因为不动佛是修不生气而成就的佛，所以生欲望一来爱生气就念不动佛心咒，就把它压掉了啊。而且念不动佛心咒，刚刚讲面对太阳念，面对风念，面对水念，那个水风太阳都可以帮助众生消业障，所以这个咒很重要。跟我念一次：那么扎那扎呀呀嗡刚刚那刚刚那若扎那若扎那卓达那卓达那扎沙那扎沙那扎迪哈那扎迪哈那沙尔瓦伽玛巴朗巴朗那美沙尔瓦沙多难着说哈。那这个咒太重要，五方佛里面的阿处如来，那各位呢慢慢背，
背快了就背起来，那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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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把它背起来，但是很慈悲啊，这个声音所到的地方都能够利益众生啊，不动火心咒。所以今天我讲不完了，后面还有几个问题我很快回答，好不好？好，第一个问题，他说师父你讲的还不错，但是刚刚你说要让那只狗快一点死啊，那么这样就可以超度早离恶道，那么用来吃掉的牛鸡狗我们不是也让它早一点死吗？啊，我们杀掉它不是让它超度吗？各位，被你杀死了不是超度，是恨，是仇。我们讲的是帮他念佛持咒，让他无病而终，脱离死亡，永远不会再轮回啊！你吃他，你就跟他结恶缘，生生世世找你报仇，开车撞你，生在你的身上，叫癌细胞负你的仇啊！所以各位不要杀生，这是佛教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啊。第二个，他说大家常说生命无常，生老病死，一个生命离开对于人活在世间的人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么很无奈，没有一点办法，我个人就是放不下，让很担心，不知道母亲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想帮助她来世啊不要这么痛苦，可以得到幸福，怎么样方法？各位呢，只要就学地藏王菩萨这样啊，造佛像，念佛，做功德回向给妈妈，妈妈一定超度，放生加念佛。但是呢，佛要我们不是光自私的超度自己的妈妈，也因为我们的妈妈受苦，我们才知道无量无边的众生也都在受苦，所以为我们的妈妈发起一个地藏菩萨的菩提心，那是最大的功德啊！所以希望把众生都当作亲自的妈妈啊，这才是最高的啊！很快，快下课了。师父，你认为出家是一种解脱幸福，但是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出家，那谁给我们衣食住行啊？很多人问佛陀这个问题，佛陀说好耶，如果大家都出家的话，这个世界的树上就会自动长出衣服水果，山河大地没有台风没有地震，就变成那个世界，因为大家都不造业了，这个世界就没有灾难，花草树木，而且寿命会变成很长，人的寿命最高可以到84000岁啊，所以就等着你来出家，这个世界多了一个功德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不要烦恼啊。那各位有发这张有没有拿到啊？这个做还有一个功德希望各位做，如果你在路边真的看到人家撞死了病死了乃至动物死了，麻烦你把这个咒贴在他的头上，他就会脱离三恶道乃至往生净土。哦，有菩萨听我这样讲，晚上睡觉都贴着啊，很叫有信心，有信心啊！来，翻过来这个咒，翻过来这个咒叫自具如来心破地狱咒。这个咒是透过声音而消除众生，你只要有声音的地方把它贴这个咒，喇叭、手机啊、电话、电视，只要出声音，那么这个咒就功德就出去，叫自具如来心破地狱，连地狱都打破，何况世间的业障。所以那各位带在身上，因为你会讲话，你会心脏砰砰砰砰砰砰，连你心跳都，然后你连你骂人都在做功德，你只要出声音了 啊所以这一张就各位带在身上，各位将来自己多印发给别人，好不好？这个比美金还重要啊可以救人生命。好，那这里面我再讲一下，他说师父你开示的令我感触良多，但是你所提到的诸如家庭是束缚，感情是牵绊等等的痛苦，是我们这些在下居士当前必须面对的，请你开示该如何积极面对呢？来，佛陀讲一句话念下来，与空相应。空不是叫你不要，不执着，我很有感情但是我不执着感情你就不会痛苦，你很有钱但是不要做钱的奴隶，赚钱的目的是要孝养父母，照顾家庭，利益众生，而不要做钱的奴隶，这个叫空。你可以爱你的先生，你可以好好爱你的太太，但是万一哪一天姻缘到了双方离婚啊或是怎么样，你就放下吧，不执着，执着就苦啊。重点是这样，你不执着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你的家庭变西方极乐世界，你一执着你家里变监狱，你老公没事就打电话你在哪里啊，晚上要睡觉摇起来，你爱我吗？你烦不烦啊？
打麻将打麻将，一电话吵他，打输了回去还揍你。他既然打麻将，你就让他好好打嘛。你就家里念翁杯啊，小王那也说哈，财宝天王希望你赚钱，我拿着钱我拿来护持三宝，对不对？你尽量打吧。啊，你不执着，但是你要管他、抓他、控制他、抓死他，那你就痛苦了。佛教讲的是，你可以去爱，但是你要有智慧的爱。啊，不然感情变成束缚，家庭变成监狱，这样是不是了？你要懂得这一些，那你感情变成你的快乐，多好啊！啊，所以应该是如此啊。再来，戒律帮助人修定的时候，是不是限制了人性，或者是说不尊重人的本能的权利啊，或者生命？各位不能这样讲，这个你让这个流浪狗天天交配，弄了一大堆小流浪狗，那不好哎。啊，所以我们就人跟人之间，你不能乱搞的。所以道德的生活，至少夫妻关系不邪淫，这是道德的生活。哪一天你能够超越男女的欲望，那多自在。修禅定就是你可以控制你的心。你说你这个人爱生气，你不修禅定怎么控制你的生气呢？啊，所以有戒律做基础，进一步修禅定叫戒定，然后再来有智慧就可以解脱，叫戒定慧。所以修禅定，各位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不要乱动。各位身体要健康，多运动；心理要健康，不要乱动。就像大哥大手机充电一样，你才会有电，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不要乱动，不是说不动。就是不要动乱的，要动好的，念阿弥陀佛，念大悲咒，念心经，了解吗？啊，这个是以清净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是叫你不要动，这样啊，动再好的，不要动不好的。像各位这几天在这边多清净啊，对不对？你回家又看电视，又电动玩具，又有的没有的，啊，那心里会乱掉。那修禅定就把心定在好的地方。再来，他说畜生生下来就是给人吃的，谁规定的？如果不吃，他们怎么找得超度呢？可是佛教又提倡畜食，这是什么问题？各位，你今天得癌症，我把你杀掉，你快不快乐？你最后一口气你也要活啊！每一个生命都想要追求幸福快乐，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你杀他，他将来就杀你，生命会轮回的。啊，而且会造成病苦、世界灾难，所以各位呢，你今天还在吃肉，但是要有惭愧心呐、啊。但是至少不要吃活的，要吃之前帮他念的。到底也拿我们背干脆背干脆，马上背干脆，朗着上马盖里说哈，药师咒，要是不会念就嗡嘛呢呗咪吽，再不会就嗡扑隆说哈。啊，念一念，吹口气，你才有怀惭愧心吃。但是不要觉得肉是给人家吃的，这是不对的，对不对？猪说，谁叫你叫我猪的？他也过得很快乐，他尾巴也多美啊！啊，母羊养了小羊，小羊多快乐啊！你把小羊抓走，母羊就自杀而死，肠破掉而死啊！他们很重感情的啦，所以各位要了解，众生都是平等，众生皆有佛性啊！再来，海涛法师，你现在是属于显密双修吗？这算不算杂修呢？哎，各位，修行一门深入，就针对你的大悲心，其他都是帮助你的。我们中国佛教一直以来都是圆满的显密双修，所以我们要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这样三称佛号接下来就是要念咒语。只是我们这个咒语呢，在唐密以后慢慢有一点失传了，但是在日本的东密还有保留，在我们中国的西藏还保留了这个传承，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各位念的大悲咒都有传承，你只要来寺庙跟老和尚念过都是传承啊，所以这个不叫杂修，心乱才叫杂啊！又要念佛，又要打麻将，要杂修了啊！我们修行就是修行，不管你念什么都好，叫帮助你的心啊。再来，基督教讲求宽容、平等、博爱，请问跟佛教有什么区别？这个是好的，只是他的博爱的对象啊不圆满，了解吗？他的博爱是人要爱，动物要杀，啊！我们佛教没有的，我们佛教没有魔，真正的魔在哪？你的心才是魔，啊！但是其他宗教还有所谓这个是神，那个是魔，这样啊，啊！他有这种对立的这种集权的对立的思想，所以我们中国人最适合佛教，
佛教是包容的、圆融的、爱护世界的啊，所以中国佛教要是发展起来，世界和平啊！啊，我们现在中国要救世界，知道吧？啊，因为中国是佛教的根源地啊。现在大乘佛教在我们中国，但是西方国家天天没事就是打仗，啊，会造成对立跟暴力，这是不圆满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中国人是最勤劳的、最有智慧的。那现在我们佛教慢慢的这样发展，社会的祥和啊。但是各位所修的功德，每天要记得回向给国家领导啊、政府官员呐、啊、市长啊，啊，要回向给他们，他们就越回向越有福报，这样了，啊，越有智慧，那大家就越圆满啊。再来，家里中有白蚂蚁怎么办？啊，白蚂蚁、黑蚂蚁、红蚂蚁都是蚂蚁，那什么意思？这个都是你的父母祖先来投胎的，你要这样想。对他好一点，天天没事给他念大悲咒，给他东西吃，他死了就不来了，就解脱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杀掉他，啊，杀是一种报复，一种复仇，这是不对的啊。再来，为何要见到大善知识之前，总要历经种种的责难魔障？我想修行最主要是各位要亲近好的老师，好的老师。那在我们修行帮助我们离苦得乐乃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佛教叫善知识。那有这个善知识呢，就有一个学习的典范，就不会走错路，而且呢很容易证得空性，不退菩提心。所以善知识是成佛的一个基本啊。如果你自己修行没有一个老师，那你就会用个人的想法，甚至呢错误的想法。那善知识就可以提醒你哪里对哪里错，只是我们要依止善知识之前呢，要经过一段的观察，啊，所以我想你就像登山到山顶才能够看到佛一样，中间就有一些啊磨难、一些障碍，这也是应该，但是也显得善知识的可贵啊，所以我们用生命来依止善知识来学习。你要把你的师父当作是佛一样，所以各位本焕大和尚是不是佛啊？是，哎呀，他摸个头什么都好了。你要有这个信心啊，然后想到他你就很快乐啊，他在给我们开示，要这样想。再来，居士念咒语会不会怎么样？后面这个字我不懂，哎，居士念咒语会不会灵，是不是吗？各位，黄金哦，谁丢在地上谁都要抢的，不分出家人在家人丢啊。啊，我想念咒语最主要是要一个发心，要有一个菩提心，要守戒律，那咒语就很有用。如果你念咒语是一个自私的心、不正确的心态，反而会伤害你。啊，咒的力量是很大的啊，所以供养、念谱供养都可以吗？以什么咒为主修？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主修的一个咒语。大部分我们中国人，像我的主修是 Om Mani Padme Hum， 啊，我的本尊就是什么叫本尊？就是你心本来的面目啊，先创造一个形象，让你的心将来跟他一样。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本尊大部分都是观音菩萨，比较有缘。那各位就多念 Om Mani Padme Hum 啊，其他我看不懂的就跳过去吧。他说他儿子今年7岁，从去年开始至于现在，就想要让儿子出家。但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奶奶都不赞成，请师父开示，叫什么样的顺缘让儿子出家。第一个，你要尊重你儿子的意思，不是把他丢去出家啊。出家一定过去是种了出家的因，这辈子才会出家。你过去是没有种这个出家的因，你这辈子出家也没有快乐啊，也不得顺缘。过去是有种这个因，现在还有这个缘可以。当然各位以后有什么事情啊，你自己做不到，你要祈求佛菩萨，你要把佛菩萨当作真的跟他讲话，跟他讲话。你要观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在你的面前，哇，时间超过来怎么办啊？好吧。他说师父那么多咒啊，麻烦呢，我念一句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只是各位功德要圆满，万德要庄严，你光念阿弥陀佛没有念咒消不了业障啊。所以我们念阿弥陀经念完一定要念3遍往生咒，净除业障啊！啊，所以我想
当然如果你实在不会念，你很自诚之心念阿弥陀佛还是有功德的，还是圆满的啊。我想最主要是信心，但是你要帮助各种不一样，像刚刚唱歌好不好听啊，唱歌也可以度众生，就法门有多种，有些人适合念佛，有些人喜欢持咒，有些人喜欢诵经。但是各位，如果你要做菩萨，名字，佛的名字代表佛的身体，佛的经典代表佛的嘴巴，佛的咒代表佛的心，你要通通圆满是最好的啊，身口意。嗯，好，他说大悲咒、楞严咒，如果是在网上学的，没有传承，功德一样吗？事实上，咒你只要把它念出来，都有功德。啊，至于要传承呢？传承是因为你要修本尊，比如说这个咒你要怎么观，像六字大明咒有六个字六个颜色，那你要观莲花种子字，观音菩萨微笑发光融入你，那你就要得到一个传承，就是教你怎么样去做观想，你要传承。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嘴巴念希望别人好，还是有力量的啊，所以这个没关系。那至于那严咒大悲咒，如果你真的很执着传承，那你就到寺庙来参加一次早课就练完了，因为寺庙的每一位法师都是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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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传下来这些咒语啊。再来，法师，你刚刚说佛教里面没有魔，那为什么经典里面讲的波旬是什么？当然这个叫外魔，佛教里面有烦恼魔、天子魔、死魔这些魔，但是呢，但是佛教的魔他只认为魔想要掌控别人，那么但是呢，如果你的内心里面超越的欲望，魔就没办法去伤害你啊。但是佛教绝对不对立说其他的这人是在攻击我，永远的对立，佛教是一个空性平等的宗教，所以不太喜欢谈这种对立的。事实上魔王波旬后来都成为佛陀的护法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德咒鬼神亲呢、啊、一个人有了一个很好的道德，连鬼神都会护持你啊，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魔的这个观念啊。但是事实上是有这些冤亲债主，这些魔在障碍我们修行的，是有。但是你只要以纯正的发心，魔就伤不了你。但是如果你的心有问题，魔入你的心，你就完蛋了。有些人会琢磨，有些人思想会怪怪的啊。我们出家人琢磨以后会想要吃肉啊，会想要结婚呐、啊，他认为这是对的，那叫魔攻心，那没办法啊。睡攻身体，鬼鬼祟祟的睡，生病就是来自也是一种鬼神，但是他鬼鬼祟祟攻身体，魔攻心的意思。再来，心是佛，然后佛向心中求，佛世界是否存在在人的心中，是否是一种精神境界？那现在是求末法，人类世界快灭亡，那是不是还有佛的世界？各位，佛的世界，他方世界，像西方极乐世界、东方阿处佛境的永远的存在啊，他们有他们的因缘，但只是说佛教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能够存了佛的心，你就跟那个世界相应感应，所以外面的佛世界是百分之100%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是希望引导到你的内心里面，你只要有一个清净心、慈悲心，那你就跟这个世界相应啊的意思。就像各位的手机啊，只要打开，真的打开，就外面的卫星频道你就可以接上线了，就可以自由应用了啊。所以你的本身有这个因，外面是个缘，这两个祝福。如果你本身不是木材，外面的火对你是没有用的，所以你本身的木材有可以烧火的因，外面的火来帮助你，也把你自己烧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所以要念着外在的佛来找出来勾招，就像磁铁，很强的磁铁把我们这个没有磁性的铁，把我们的磁性给把它拉出来。所以你去慈悲的时候，你去念佛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你的佛性给感召出来。像各位在放生的时候，你就是佛；像各位在忍辱原谅别人的时候，你就是佛。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用的是佛性。所以慈悲即佛，慈悲即观音啊，慈悲见如来，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随时保持在那个情况啊，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世界，真的有佛存在。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他就在了，只是因为你的业障，我们的烦恼业障看不到他，但是阿弥陀佛随时在你入定很清净心的时候闪，你可以看得见佛菩萨，不可思议啊。对于神通，对于神机地狱本人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对佛学
的一些东西就有迷惑。请问这种怀疑态度是否与西方科学要求的怀疑求证的态度一样的正确？如果有时候怀疑是否会造成对佛的不敬？怀疑是一种烦恼，也是一种修行的障碍。所以佛教的信仰是要透过像我们今天这样上课，各位看书，它是一种合理的生命真理。哦，原来是如此，所以有了一个信仰就不用怀疑了。哦，阿弥陀佛真实的存在，善有善报，业报轮回是真实的存在。透过，但是一个人会怀疑也是一个障碍，就是说过去喝酒太多，喝酒太多的人会有知见上的问题，他不容易接受。那有善根的人，他从小生出来他就会深信这是真实的，哦，六道轮回是真的，哦，极乐世界观音菩萨是真的，这个就是有宿世的善根才行。所以我们会怀疑的人呢，各位就要多拜佛，多拜佛，把自己的傲慢心的这个怀疑态度去掉，增加自己的信心啊。所以为了要让自己有信心，持咒也是个方法，咒就是可以加持你的心啊。好吧，好，我就回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人问我说，师父，你儿子现在怎么办？你打算让他出家吗？这跟我没关系啊，我认为这个是他的因缘。当然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出家做菩萨，不是光我儿子。如果我一执着的话，那我就痛苦了啊。所以我们既然出家了就要放得下。所以女生，我跟各位讲，女生出家一定离开她老公没问题，离不开她儿子，离不开她女儿。出家不是光离开你先生，还要离开，放得下你的儿女才行的嘞。但是出家永远不能放下父母，各位记住这句话，爸爸妈妈永远是你要孝顺恭敬供养的对象啊。爸爸妈妈带来出家都没关系，但是不能我出家以后不要爸爸妈妈。你身上有钱，爸爸妈妈没钱，你要把你的钱给爸爸妈妈用，但是其他都可以舍，爸爸妈妈不能舍啊。我们出家是因为真正的孝顺父母而出家啊，但是对于世间的这种感情呢，你就必须要放下啊。好，我们今天好，最后一个问题，还两个。我们割青菜也算杀了青菜的生长怎么办？这个植物叫无情生命，所以它没有痛跟不痛，所以不叫杀生。但是要话要讲回来，一棵大树里面会附着树神，你要砍它之前一定要先跟它讲。像我们寺庙里面的花草树木都有护着鬼神或护法神，因为他们也要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出家人不会随便把它折掉啊。但是不是说花是个生命，它是无情生命，没有情思，所以没有痛苦，不算杀生。只是各位在吃素的时候，因为这个素食要长得很好，他们就要放农药杀死一些昆虫，所以我们在吃素的时候一样会念解毒咒。跟我念一下，三不赖缺毒，三不赖缺毒，三不赖缺毒啊。哎呀，背很多啊、哦，但是各位你要常肚子痛的念一念再吃就不会肚子痛啊，就把那些毒都给去掉，毒都给去掉。好，我们来回向。来，对不起啊、哦、超过时间，跟我念。各位每一次做什么功德以后一定要回向，回向不是回向你爸爸妈妈，而是回向整个世界的众生，大家都成佛，这样功德变成千百万倍，然后再回向我们要回向的对象。来，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再来回向现世者，愿以此功德回向本幻大和尚，身心自在，一切长老法师身心自在，回向国家领导，文武百官，校长老师，医生护士，一切社会工作者身心自在，所作如意。回向家中长辈，现世父母，六亲眷属，一切病苦者，一切业障者。好，各位我现在念药师咒，那各位观想就好，蓝色的光照在你要回向的
兄弟姐妹啊，儿子啊，先生啊，爸爸妈妈生病的人，乃至你恨的人，你都要以这种原谅他的蓝色的光，还愿他快乐。我来念，各位观想就好哈。你要回向的对象，那么不接吧，这边叫这，这边叫那，巴拉巴拉，那这那那就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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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再来要回向往生众生，愿以此功德回向一切三恶道众生，一切往生众生。你姓什么你要自己念，个人堂上啊，陈氏这样啊，历代祖先，七世父母，过去所杀所吃众生，一切被堕胎胎儿，被屠杀众生，意外死亡众生等。好，各位现在要想着你往生的亲戚朋友，乃至啊，你过去吃了很多虾子啊，你要看到他们都住在莲花上离开了啊，你吃了很多螃蟹，现在脚已经开始痛了啊！哎呀，螃蟹啊，赶快超度啊！啊，让我来念咒，各位观想就好。那么阿弥陀佛，愿多那就多愿多天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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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智明念念念，那智多加念三宝哈。那么多那多那呀，嗡噶噶啦，噶噶啦，罗多那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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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那多念那三宝棒啦，波啦啦啦，别三宝三多那多说哈。嗡波隆多阿弥陀，愿大力说哈。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那么多那多那呀，嗡噶噶啦，噶噶啦，罗多那罗多那，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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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念了多念了，三宝干嘛？波浪波浪啦，别三宝，三多那多说哈。跟我念，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各位心中也发一个善愿，一个很好的愿啊！你愿做菩萨，你愿发财，还是你愿自己呢来世变财无碍啊？如何如何？愿我们的父母健康，来自他们也懂得佛法，你自己默默的发愿啊！好，跟我念一个成就所愿的咒语，念一下：达亚塔、班展遮雅、阿瓦波达、尼耶索哈。达亚塔、班展遮雅、阿瓦波达、尼耶索哈。达亚塔、班展遮雅、阿瓦波达、尼耶索哈。好，谢谢我们法师，各位义工菩萨，谢谢大家，对不起啊，超过时间，阿弥陀佛。这个糖啊，等一下再发发，一人发个两三颗啊，然后希望各位多布施啊。希望有那么一天，弥陀在每个人的心间，世间不会再有争端。